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多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不计而前啊，我操，300一蓝，哎，运气不错，我突击，突击，我的妈，我喜欢玩的就这种图。我操，那我们选个什么嘛，我们的世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。怎么就有人离开了比赛呢？啊，看着我去搞那个骑驴。这个图把那个堡垒跟那个炮台架在这个上面，很好玩。妈的，堡垒这样被人追着搞，点死两个。哎，这得搜索多久啊？他这个，他妈，这个原是被我打回去了，我操！今天他妈换了一个百合，蹲家里不出来的。哦，可以啊。先来。好来，我们是先攻还是先守？先来个防守。玩国服吗？国比昂。防守。防守是吧？那我还是小美。骆驼在不在？哎，我靠！喂，这谁呀？啊，我呀。这种阵容玩个屌啊！我跟别人组队在……哎，等会儿，不，这什么阵容啊？我靠！对啊，这种阵容玩个屌啊！队伍语音吧，新队伍吧，新队伍。妈的！你在直播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在播呀、啊，我现在跟一帮野人在组队，野生队友。哦，行，那你玩吧，那我挂了。嗯。哎，我们这还差个奶呀、啊？这样的话，完全不要奶也不行的呀。30秒后，敌方开始进攻。我们会在光荣的战场上证明自己。我靠！我刚刚 QQ 讨论组语音没关，结果突然有人进来跟我说话。我准备好了。哎，实在不行这样嘛，等会儿我换成个天使，然后路霸换成大锤。我大锤打的并不咋地。他们没进去吧？我靠，没有奶，我好痛苦。好，我赶紧换天使了。我会关照你的。守住阵地，让我给你包扎。哎，袁氏竟然被我弄死了。
我靠，这怎么弄啊？哎，别去了，拿不到了。哎呦！释放你的怒火吧！我觉得没人能阻止我。让我好好看看你的伤势。路霸别怕，我给你奶起的，追着你奶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哎，有点守不住啊，这个咱们研究一下现在都搞个什么阵容啊，不然这没得搞呀。我换个天使跟着法机，我会关照你的。哪儿疼？等会儿迪瓦想办法先去偷下点，让他们分兵，这面才有机会冲进去。我不太喜欢站着干等。保持连接，哎呀，不一定的呀，别这样嘛，自己心态别出问题。好吧，我猜我又得帮你们包扎伤口了，就和往常一样。所有系统检查完毕，准备进行战斗。嘿，你好。嘿，哎呦，他麦克雷在我们出生点右边。
枪法还有点好。重获新生，我来支援你了。放过我！迪瓦飞上去干他呀！我给你加着血的，你比较肉，你能飞上去干他。让我好好看看你的伤势，我就在你身边。当心后面，我受伤了。治疗能量正在传输，就在你身边。我需要你们的协助，我来支援你了。链接进行中。吾时已到。好了，别。哎呦！吾时已到。现代医学的奇迹，我来了。夜空来了。我看到你们了。你的智商，你的怒火吧。我觉得没人能阻止我。我看到你们了。双杀，没人能玩游戏。就像这样，我弄个 D.Y 想办法去偷点，我一偷点他们会分兵的。好了，我进来了，看他们分兵没有。他们分兵了，快进来。还是有机会。大伙快到目标点这儿来。好漂亮。一战领目标点，护送运在目标。一起让这东西动起来。回忆开火吧。我看到你们了，释放你的怒火吧！别挡我的道！咦，这么厉害呢？主要推车呀，别一直缠斗。炸不死他们！看到你们了！
好好好好好。这杨永信出的很及时。哎，你们别走远啊，护住车子。还剩三十秒。释放你的怒火吧！没人能阻止我。我看到你们了，午时已到。决定了。双杀。我看到你了。比赛结束，最终得分1-3。妈的，就是那个人刚才喷了一把。大家心态出问题了。Огон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。双杀。啊，这厉害。对啊，我是在打季赛啊。马上我开个箱子。看看出个什么东西。耶，队伍退了吗？他们那没办法了。我操，毛妹一整天都不会累。四把赢了三把，输了一把。哎，又只有一个人打野队了，一个人去野的来匹配这个，真的很看运气的。再来个重型吧。我们的世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。不想再等了。我靠！战士最强。那只有我来了。完全没肉，还是要不得。嗯，百合你稳不稳啊？第一回合占领目标点。我靠，他们这都下去了。
好好，暂停暂停。他们 DJ 被我撞死了，小心他们百合。百合，你真的换一个吧，百合你换一个吧。百合换个肉或者换个输出都可以的呀。好好，暂停暂停。七六他想干嘛？好，只要守住点就可以了。哦，百合终于换了，百合终于换了，有希望有希望。那换个狂鼠，狂鼠往这种坑里面砸球也很猛的。狂鼠可以的，狂鼠可以的，狂鼠。啊！我被强化了，妈的！但是架不住一帮人打呀。我又大了。我的传奇还没结束。敌人正在占领目标点，一起消灭他们。别急别急，大家。一起进去，我这里有大。等人，等人，等人，等一波人吧，等一波人吧。先不要进，先不要进，等人。大锤，先等一下，大锤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先躲起来。都来了吗？准备好。和尚，你干嘛？哎，地瓦跑到我们后面去了，我准备好要下坑了啊！哎我去，他们那个开大了，小心！老子把你推出去！开了大弄不动。哎呀！好亏啊！这个图是吧？但阵容要不要调整一下呀？好，可以，这样有七六可以打法击。当然，来给你。先别急着拼啊，站点时间还没到。准备进点。妈的，他们也在点。
我要去绕迪瓦的后。没事，堡垒放心，我给你开盾，射死他们。好，我收下盾啊，回一下能量，把堡垒守好就可以赢了。收下盾，出来面对我。堡垒开坦克了！哎呦喂，你一开坦克，堡垒把我给烦死了，原是把我给烦死了。你看他在开 E 就不要开嘛，把我给弹死了。啊？什么？弹到你身上了？堡垒一炮打过去，然后原是一个 E， 我直接回家了。哎，为什么能弹到你身上嘛？我觉得好神奇啊！哎呦，没盾了，没盾了！堡垒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堡垒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给你开盾。这个得靠你打回来。天的法机谁管一下？堡垒来了，没盾了。盾要爆了，老子可以站你前面帮你挡子弹。开车了，开车了，漂亮。当心对面也上堡垒来恶心我们就好了。妈的，那弄个原石或者闪光去恶心死他就可以了呀，看他烦不烦。原石闪光要会玩才行，不会玩、啊、那也是。靠，对面什么阵容啊？哎呦，
赶紧进圈，好漂亮。连你手不要太浪，只要让他们进不来就可以了。好，看我推他们大锤！哎我操！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把点守住，把点守住。我有大。你去死！他飞走了，那算了。哎呦，谁给我加下血？我快死了。我是大锤。啊，好好，七六放个奶棒，漂亮。我出去再绕他们个后。他们要过去了。他们那个狙在哪儿？他们 DJ 进来了。哎，七六呢？再过来开个奶棒。后面有个 DJ， 后面有个 DJ。他好像下的那些哦，他在外面呢。那也杀他掉呀，总不能让他这样子的。啊、嗯。嘿嘿，把他撞上去了，哈哈。哎呦，太阴霸了！我怎么被他们大锤给 buff 了？站点，站点，站！勇往直前吧。问入志同，我操！妈个臀！大锤想干嘛？去死！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全都给得给我死！好，赢了。当心对面也上堡垒，当心对面也上堡垒。那上来等会儿大不了地方换个猪嘛，勾死他。另外你大锤先要顶盾，顶得离他近了之后再撞也会撞。啊，我先开个盾，然后堡垒准备好，你在哪个位置架？我操，杨永新就下来了，被我锤死了。好，我给你开盾，漂亮。法器在我头上，谁搞搞他？哎妈个臀，你还下来？好，
好，堡垒小心，我收一下盾。哎，我怎么死了？居然被和尚弄死的。二楼有个法器，二楼有个法器。刚才我就看见他在那儿，我手短又够不着。你跟人说一下嘛，那你跟人说一下。我刚刚说了的，然后堡垒起来，我开着盾把他干了。哎呦，圈里没人啊。等人再上，等人再上。看我把他撞出去。我，哎，我被什么东西推飞了。咱们和尚着火了，好溜啊！一阳永信是吧？锤不死你！感受宁静入眼。他们法机好在后面。啊，你赢吧，你赢吧，我把堡垒挡着，你服不服？想干嘛嘛，杨永信？呀，杨永信人呢？不愧是堡垒。他们法机出来了。好漂亮！全场最佳。我，这小 DJ 会玩了。一二三四，赢了四把，输了一把。嗯，其实输的那把也能赢的，就是到了后面大家心态爆炸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又是前面那个 DCX。哎，不，两个 T 太多了，来个大锤。你们换个大锤吧。嗯，其实一个大锤，一个毛妹，这样比较配。大锤盾，你们看你们谁大锤？啊，大锤盾没了，就给他上个亿。
啊，再来个奶就好了。那我来吧，我来个 DJ。打不出来输出的话，我就换就行了。啊，我怎么都可以的。好。他的声音，你的声音很轻啊。你看嘛，对面要是没有法击，你等会儿，如果你有跟擅长的，也可以换的呀。看看对面有没有法击，有法击好烦。啊。你好。让我们恢复一下吧。有是吧？哦，那七六得要留着，不然等会儿搞不了他。3 2 1，然后换个和尚会更好的。啊，和尚啊？谁换和尚？等一下看吧。啊、哦。那看嘛，如果我等会儿这个操作的不好，我就放个和尚试试。哎，他们居然有堡垒！他妈有狙！法击起来了，法击起来了！加大音量！还有个狙，小心！原是从后面上来了。顶车，下去顶车！好，走，把车顶住，不管车还。哎，我死了，我换个和尚。堡垒碎了。真我不拘于形。大锤回来点。76。治疗已强化。哎，他们有个东西绕到我们后面了。哎呦，被他切了。人定胜天。你才刚玩这个游戏啊。想睡觉了吗？战术逆转启动。好、啊，我现在奶了一下毛妹，哎呀，老子被爆头了，妈的！这么干，我看到你们了。新的轮回开始了。法击，切入开。哎，小心点，大家集合一下了，这个死的也有点多了。太死了，直接就换了啊！其实咱们可以换，谁换个堡垒就架在这个路口啊。不，这暂时还不要紧。那进来那个第二个路口那里不要放就好了。这会让你好些。天降正义，干！这个我给你治疗。王八，我给你治疗，别走啊！追了你半条街。我已经换堡垒了，好，就这个地方守住，他们不太好那个了。堡垒碎了。重力喷涌，准备好了。小心，
原始。他好几次想反弹我，被我看出来了。法器在我们脑袋上面，他绕后了。法器在后面。哎呀！哎，其实不要太把车子往回顶，就在这个路口最好守。顶得太后面反而……哎呦，我靠，他们想干我了。76绕后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哎，他开大了。我被他砍了。哎呦，上面堡垒，上面堡垒，二楼堡垒，我操！还剩60秒。什么堡垒？堡垒藏到那里去了？真的不够，我操！哎呦我去！打击！他们堡垒在我们二楼。二楼堡垒。妈个屯，要跟我对撸是吧？不能让他过这个门啊，否则就……妈的！所以把他们堵住，就有机会在这里结束。好，可以。我操，还有4滴！我操！你们拿76吧，我打。啊。0-1，正在互换攻防位置。准备进攻，选择你的英雄。嗯，这阵容差不多。我们的世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。你们都小心一点，别让所有人都不安。完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好，我小美绕他二楼去了。
寡妇死了。他们二楼有个堡垒，但是在很后面。什么鬼？他们那么强吗？靶机在后面。我帮你过来。好好好，漂亮漂亮，我们推的比他们快得多。靶机。漂亮漂亮漂亮，我操，那个东西来了，没事，掉了掉了，好好好好好，我现在80%级，等会儿快又大了，我们一鼓作气推过去，这会让你好些。我找到敌人了，他们天使疯了吧，天使掉，二楼，在二楼，在二楼，把机。我操！好，可以。掉了。天降正义！等等我。好，96了，马上有大了。堡垒在哪里？在我。他开坦克了吗？我看到你们了。一丝血堡垒。哎呦，一丝血的堡垒，我操，没点掉。妈的堡垒，你不要跑！我干！哎，我又大了。大家准备好，等会儿一起过这个路口。快，我有大，你先放。啊？啊？哎，不是你是？等大锤一起过去。啊，好好好。我靠，那你。我们两大一开嘛，对面要吐血。堡垒在那里，在左边的那房间里面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小妹已经躲到旁边来了，随时可以开大。现在要不要开？都来了没？来了来了来了，你开吧开吧。好，冻住不洗澡。你妈的！被冻住，我操！对，他们一下退得很后面了。哎，进了这个路口也可以，我现在开始绕后。好，漂亮，法器被我弄死了。看咱们推的要多一点。可以可以，全场最佳。妈呀，就二十来，妈的，他就二号滴血，我操，没把他打掉。
哎，手机怎么又那个了？嗨啊，大家好啊！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，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，那玩家就要抓狂了啊！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啊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了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啊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 7678-5582@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。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